好，今天呢回暖了，放晴，不过好天气持续时间很短暂呢。中央气象署也预计在明天的上半天会回暖，但是白天各地大约是20-25度，那中南部局部呢近山区附近也有接近30度哦。下半天的锋面又接近了，水汽增加，气温会一路的下滑，到周五周六是最冷的，到时候北台湾大约是10-12度，各地很湿冷。那因为降雨的时间很长，民众会感受上可能比前几天的冷气团还要再更冷。